台湾为恳求应该安置共安置下高墙。内容是从教育部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，示意恳求、情商、央求，低声下气的向他人央求，用力。我告诉伊规半工啊，伊唔答应，就是唔答应。我向他央求老半天了，他就是不肯点头答应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。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，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